清晨，方铁军拄着树棍从隐蔽处走出。方铁军目送飞向碧空的小鸟，恨不能生双翅飞向战场。方铁军挺胸迈步，开始锻炼伤腿。他不怕苦，不怕疼，向前，向前。一阵剧痛，方铁军跌倒了。他艰难地站起，在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。脚边一颗颗沾满露珠的野菜，把方铁军从沉想中唤醒。他想到英嫂和乡亲们靠野菜度日，生活异常艰苦，便忘了伤痛，俯身跪步，弯着野菜。远处有脚步声，方铁军迅速躲进了山洞。英嫂带着春兰，挎着送饭竹篮，沿着崎岖的山路向岭上走来。
了隐蔽处，英嫂让春兰到一旁放哨，然后拾起石块，轻轻敲击洞口石壁。听到暗号，方排长出动，热情地迎接英嫂。切地询问伤情，方排长伸展了一下伤腿，好多了。英嫂拿出一件干净的布褂，披在方排长身上。方铁军心潮翻涌，温暖异常。英嫂送上干粮，然后取出鸡汤，珍重地端给方排长。鸡汤，方排长愣住了。在乡亲们野菜充饥的艰苦岁月里，这哪里捧的是鸡汤，分明是英嫂热爱人民子弟兵的一颗红心呐。人民战士向您宣誓，伤愈后回到战场，一定要英勇杀敌，报答乡亲。方排长从书包里掏出野菜，交给英嫂。遮天，尘雷滚滚。英嫂让春兰扶方排长回洞休息。正要下山，突然发现还乡团搜索而来。英嫂让春兰立即回村，随后敏捷地躲藏起来。掩蔽好洞口，扫去足迹。
们手举火把，烧山苏醒。忽然，皮德贵发现了洞口，他向洞内开枪。方排长从石洞的另一洞口闪出，随时准备同敌人搏斗。英嫂当机立断，引狼扑身，保护亲人。方铁军注视着英嫂离去的方向，决心投入新的战斗。